第七识啊，第七识是什么？四大烦恼常相随。那么第四，这个第七识，它的本质就是这四样东西。第一个，我见啊，不是身见，甚至他那个不执着身，他有我见，有我见就是一般人讲有灵魂啊，身体没有了，他还执着有个我啊，这个我有形状，无表色，它不是物质，它还是属于色法啊。有相当禅定功夫的人能看到啊，像有些人通灵能看到鬼神啊，那都是那个神都是属于魔界啊，他不是神界啊。修行人称为灵性啊，一般人我们统称灵魂。他执着这个东西，那么从我见生我爱啊，我爱就是贪啊，所以三毒烦恼贪的核心是什么？情执。比什么都重啊！有我爱，就生出我慢、傲慢啊！慢是嗔恚的核心。啊，最后一个是愚痴，我痴。我痴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怀疑。所以，佛说四火，说五个：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要断三毒烦恼，从哪里断？要从欲望上下手啊，欲望里面最严重的爱欲，要从这里下手。断嗔恚要从我慢下手，学谦虚啊。断怀疑啊，断这个痴愚痴，从怀疑，不怀疑，不怀疑是智慧，就怀疑是痴的根，傲慢是嗔恚的根啊，爱是贪的根，贪欲的根啊。三毒烦恼要把三毒烦恼的本质找出来啊，就是爱，就是慢，就是怀疑啊，所以身教困难的，圣贤教育、大乘佛法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有怀疑你怎么能进门？啊，根本烦恼没到，没有拔除啊。